小朋友们好，我是 Candace 老师，你们一定都有吹过泡泡吧？今天你们要跟 Candace 老师一起来玩吹泡泡的游戏，但是今天的泡泡可不一样，今天我们要来吹一条长长的泡泡龙。让我们一起去看看，我们都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材料吧？我们需要水，跟我说，水。非常好，我们需要洗碗剂，跟我说，洗碗剂。还有糖，对，非常好。还有瓶盖，对了，最后我们需要一个湿纸巾。太棒了，让我们看看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呢？我们要把这个湿纸巾和我的这个瓶盖罩在上面，然后呢用一个皮筋，橡皮筋把它绑起来，绑起来，对了，然后把这个盖子拿走，因为等一下我们可以用这里吹吹。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就要把水倒到我们的白糖里面，然后用一个小棍儿搅一搅，搅一搅，把我们白糖融化一点点。我们往里面加入洗碗剂，洗碗剂是什么？洗碗剂，非常好。然后用我们的小棍儿，小棍儿，小棍儿，一起搅一搅，转一转。把它都融化掉了，一圈一圈又一圈，我们来一起画圈圈，一圈一圈又一圈，我们来一起画圈圈，一圈，一起来数一数吧，一圈，两圈，三圈，四圈，五圈，六圈，七圈，八圈，九圈，十圈，划了十圈。然后现在我们要来变出一条泡泡龙，我会把我的瓶盖站在这个水里面，站一点点，然后使劲吹，我的泡泡龙好长，要飞走啦，飞走啦！哇哦，看到了吗？它在飘啊飘啊飘。我又要来做另外一个，准备好了吗？给我一起数一数，一、二、三。有一条长长的泡泡龙变出来了，飞。还要再做一条吗？这是什么？泡泡龙，请你说一说是什么？听不见是什么？泡泡龙，我们一起来再吹一吹。走啦，哦，你们也快去玩一玩吧。哦，再见，小朋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